目前季后赛的赛程已经确定了嘛，真的就是还是要在比较安全然后做好防疫的情况之下啊。连大汉挡一个之后直接投一个三分球，对，你先正这边再给到空切的好球，哇，这个背后传球好球啊，找到了大汉黄宏汉。嗯，看到非常多次林振在跟后卫挡拆配合之后的下滑，其实这个下滑走的路线都蛮到位的。嗯，发生了失误。哇哦！哦，大汉这个上篮有难度。黄汉接到篮底下，好球！